来看一下正常的 AK 弹道，跳得很。我们开启加强键，按一下，左键正常射击，非常稳。我们看一下 M4 的弹道，打几发就飘了。我们开启加强键再射击，非常稳定，都在一个头的范围之内。我们瞬狙的时候，只要按下瞬狙键就行了，按一下瞬一下，自动切枪回枪。看一下加特林，很闪，很抖动。我们开启加强键，全是一个点。再按一下这个键，快速出刀。跳枪的时候，只要按下这个跳枪键就行了，非常流畅。